我要代表立邦银行向政纪委员会捐出法币10万元整，并出示我的开品。 今天晚上是上海金融界义卖赈济晚会，但为什么独独要排挤我们立邦银行呢？没错，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银行工会，也不再是银钱业协会成员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今晚到场的各位中，诸如横滨银行、蒙江银行、华兴银行，他们属于银行工会吗？ 他们属于银钱业协会成员吗？今天，我要代表立邦银行向政纪委员会捐出法币10万元整，并出示我的开品。 希望各位心怀祖国，休戚与共。